苗栗县许多校舍老旧，恐怕危及学生安全。慈济援建六所学校减灾希望工程。减灾希望工程，那对我们苗栗这个一个比较财政不是很好的，是很大的一个益助。县长到清水静思堂感恩正言上人和慈济基金会，援建校方也将慈济人文带入教学。像我们其实介绍近思语给所有同学认识，我们也把近思语当作作文题目来让同学来了解，哎，哪些是对我日常生活非常有帮助的一句话。未来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社会、国家、家庭的希望。当然，孩子不是跟他结婚所最重要的。这是品德。旅美艺术家杨平友以慈济赈灾为主题创作，上人仔细看每一幅作品。2009年，八八水灾，这是大事，今年这大事啊，今年10周年，感恩你有恩者用心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因为我咧画这个是我的感觉，就是要甲慈济的心加起来。港区慈济志工巧手编织，在地另草人文传法。上次你来的时候，我拿着一颗纽扣给你看，啊、你跟我说这个也可以做书签，所以真的做书签了。是我提到一个钓鱼，找个地方。两个小时才做好一双的小和鞋，到2天才能编好一顶的令草帽，都是慈济志工的创意。上人行脚清水，俗家故乡弟子，好贴心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李月维台中报道。